嘉义市政府把嘉义大学的林森校区无得使用的教室，提来说进行障碍者的深度停回收。负责经营的协会表示，在这个所在会当安排更较侪活动，也会当增加朋友甲社会活动，甲引导相共。进行一班朋友甲社工伫灶卡无闲欢聊，反讨论活动的安排，这个新的会所用鼓励参与的方式，增加进行朋友的信心，协助因来面对社会。他们来参与会所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呢，他们逐渐的在自己的参与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一个自信心，所以他的一个对社会连结的一个主动性会出来。嘉义市政府邀请社行社会团队到帮站，利用大学无得使用的教室改造进行一边的会所，已经进行落成。未来暗中伫这个会所，要来照顾200位进行一边的朋友。去训练伊，伊会当吼去想看卖，伊今日要安排什么款的工课，啊，想要做什么款的代志。这其实卖这样去训练到伊的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，好有这个能力会当回归到伊日常的生活。这种用协助方式的服务地点，目前伫中央博物馆其实第一间。经营的协会指出，朋友拢是会员，九十外平的空间，会当同一个时间有七十名会员来运用。社会局也表示，伫市内另外一区嘛，已经规划第二间，希望照顾家己市有需要的朋友。记者林伟庭，家己报道。